一个健康的人，每天至少要喝七到八杯水。运动量大，或者天气热的时候，还应该喝得更多。早晨是补充身体水分的关键时候，所以要养成早晨喝水的好习惯。早晨喝水的时候，最好空腹喝，而且要慢慢的喝。喝水喝得太快，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。一个健康的人，每天至少要喝七到八杯水。健康，至少。运动量大，或者天气热的时候，还应该喝得更多。量。或者。还。应该。的。更。早晨是补充身体水分的关键时候。早晨补充水分关键，所以要养成早晨喝水的好习惯。养成早晨习惯，早晨喝水的时候最好空腹喝，最好空空腹，而且要慢慢的喝，而且喝水喝得太快，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。健康好处，早晨补充水分量，空腹至少的关键，养成最好空好处，健康或者还至少，至少。